Peace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inbow 阿宝。今天的我们就是要拍这个，哎，什么歌啊？这首歌名？答案。答案的 Behind the Scene， 你有什么感想、想法？不要照镜子先。碰到。你们要去谁的单拍啊？都可以。顺便，因为 Amber 要回去拿另外一个相机。谁啊 ？Amber。哦，这个是 Ambrose。Hello， Jason， Jason。我看到啊。Three， two， one， go。都是裂出来的碎片，全部的脚断到完了。三百亚的是吧？新的氧气哦。他的 beat 蛮顺的吧？是的。你下这边可以吗？有个简单的问题，什么是爱情？它是否是一种味道？各位明星们，各位明星们，哎，还有这么你，现在呢，我们在拍摄，就是答案这个 cover。那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呢，请点击下面的 link， 然后可以去看我们的 MV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听这首歌就对了，因为所有答案就在这边，是不是？嗯，差不多。你可以认真听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然后为了。然后为了这个 MV， 我们去求一个有钱人家借我们这辆车。你看我们多么悲哀。我要我。啊 ，Ambrose 怎么了？以后谁要 sponsor 或者是赞助的？等一下，我还没有问啊 ，Ambrose。请赞助一点啊。你有时候可以看 camera。OK， 现在呢是另外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坐上去一起玩，好像拍不太到这样。这个 behind the scene 有点 lost， 因为拍不到。可以啊，很好啊。拜拜我看到了，你要笑啊！我等久了，但是我吓到，我被吓到了。现在我们摄影师哈、在拍这个蔡恩女哈、你看整个马路我们先包下来，哈哈。对，现在我们在准备着，他要换 lens。OK， 所以现在给我们一点时间，现在我们 go。U turn, take two, testing. 那直接好了，完了。Yo, check this super glue, man. 粘好了，很棉的哦，这台。这边也裂掉了，这边也是裂掉了，哎呦，好棉。有什么感想？讲一下。这车很累。好车，我还会累。要拍我右脸，拍我左脸。又来呀、很累。爽。OK 啦，要不要买这辆车就看你们的啦。开车的话好。Alright， 所以这一集的影片呢，就是简简单单的、轻松的就完了啦。这集的 vlog 要剪剪，很像很短，这样又没有什么主题性。我就是剪前面，后面放我的 MV。哦，对了。
OK 啦，敬请期待，就是不是敬请期待。如果想要看更多的话呢，就点击右上角看恩宇的主频道啦。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，everyone， hello everyone， 哎哎，兄弟，那这个拿公鸡那边都是叫叫叫的啊。OK， 好。OK 吗？刚才你们看那个 video 我 OK 吗？不 OK 啊，因为没有看啊。OK 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啦，也谢谢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呐、啊。嗯啊，还有啊，我们也 thank you Ambrose 啊 ，All right， 还有 Mercedes 的主人。All right， 谢谢各位啦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，拜拜。从我初恋那天起，现实甜蜜，然后紧接着就会有风雨。真的会宽吗？差不多，很宽，这个镜头很宽呗。太帅了，阿姐，拜拜，拜拜。没有，没有去，我看那些。阿姐要出门了。